我记得你有一本药食典，里面有专门治癔症的偏方。此方极为凶险，若不查，夫人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。真拿自己当神府嫡女了？但我知道你不是。彭城王将纳沈家之女为妃，不如就让我嫁出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爹不能为了嫁儿就牺牲你的幸福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锦绣男歌》。